喂，甜甜。思远他看上去状态很不好，你要不要过来看看他呀？关我什么事儿？你少管。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以后也不会有任何关系。怎么才来啊？走吧。你没事吧？我送你回家吧。哎，你怎么喝这么多呀？别逞强了，走吧。走走吧，慢点慢点。你跟甜甜是好朋友？是。啊，你经常去她家？会去，但不是经常。哦，不经常。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，不知道。哎，他都跟你说什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问问我跟思远的关系。他这么快就开始讨好未来儿媳妇了？别瞎说。喂，什么事儿啊？什么庆祝？庆祝什么呀？怎么了？叫我明天回家吃饭。有什么特别的事儿吗？能有什么事儿啊？不就是庆祝我爸成功拿到玛莎的租赁合同吗？这种饭我不想吃。哎，你不是说你妈妈做饭特别好吃吗？我都没尝过呢。你想去吗？择日不如撞日，明天跟你回家蹭顿饭吧。好啊，我每天也在你那里白吃白住的，正好啊，拿我妈妈的饭借花献佛啦。怎么舍得回来了？来，我来。陈鑫请我回来的，恭喜你啊，坑蒙拐骗，把林思远的餐厅夺回来了呗。甜甜，怎么跟爸爸这样说话呢？没事儿，今天我开心，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。新月，他住在你那儿，麻烦你了。教授您太客气了，我们俩关系那么好，有什么麻不麻烦的？我听说你跟林思远、跟秦川关系挺不错的，只是普通朋友，泛泛之交。爸，你问这个干什么呀？吃饭吧。啊，吃吧。姐，多吃一点啊，不知道合不合你口味。你是美食家，来吃吧。好，好吃。
知道我这个请求不合理，也是不好的。但是这个合约对思远很重要，他不能失去那个餐厅。他没有那个餐厅，不知道他会怎么办。我也不想看到他那个样子。怎么了？哦，没事儿，我突然有点头晕，可能是感冒了吧。头晕？那我们回去吧，回去休息吧。你好不容易回家一趟，就陪叔叔阿姨好好吃完这顿饭，我没事的。要不这样吧，七月，到甜甜房间睡一会儿，一会儿我给你煲点姜汤，再给你拿点药，也许就会好了。这不太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的呀？走吧，我扶你过去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去就行。那叔叔阿姨，我先失陪了，不好意思。嗯，去吧，先睡一会儿。去吧。好好的，怎么感冒了呢？吃饭了。你对这个合同也有兴趣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很清楚，合同留下，你走。你是甜甜的朋友，我不希望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。等一下，把合同还给我。这是我的稿件，我不能给。还我！爸，放开！是，哎，小心！必须马上抢救！求求你，一定要救救他！我们会尽力的。你们是他的亲属吗？不是，他亲人都在外地，他在这里只有我一个朋友。我们需要亲属签字，马上。等他亲人来就来不及了，我可以签吗？好吧，你跟我来。爸，你为什么要把新月从楼梯上推下来？我没推他，是他自己不小心。我全都看见了，你解释也没有用。他偷我跟秦川签的合约，那你也不应该把他从楼梯上推下来吧？我说过，我没推他。如果心愿有事的话，我是不会原谅你的。我不想再看见你，你走开。好了好了，这里是医院，你们吵什么呀？甜甜，你不应该跟爸爸这样说话。心愿会没事的，放心啊。阿姨说的对。会没事的啊。
喂，甜甜，什么事儿啊？心月出事了，她现在在市医院呢。心月，好，我马上过去。你先别过来了，她想见思远，我给她打电话，她把电话挂了。你现在快去找她吧。哦，我现在就去找她。